准时，今天超级 Hello 树宝宝 ，Hello 北极熊 ，Hello 汉 ，Hello 丽 Q 啊 ，Hello 成龙，早安 ，Hello 贾鲁特 ，Hello 修修，谢谢思源帮我分享直播间。蛮准时的吧，只爱你一个人。Hello， 嗨嗨，有喝水吗？声音锁住了。没有，我有喝东西了，可是因为我刚睡醒。Hello Marco，Hello， 有吗？什么东西有吗？迟到了四分钟啊。我算很准时了，怎么这样 ？Hello 阿哲 ，Hello 新鲜柠檬 ，Hello 若翼 ，Hello 小松，算准时了，我很准时。Hello 无敌状况 ，Hello 一只草。好沙哟，没有，我喝奶茶，热奶茶。沙哟早安，你什么时候出发？还是你已经到那里了？有点准时，不太习惯。你看吧，半个小时内没有，十分钟之内都算准时，不对，五分钟之内都算准时。Hello， 沙鲁，可以吗？可以给我五分钟缓冲期吗？哦，真假的，好，加油，包团员考上，加油！Hello， 七个中文，打工迟到一分钟要扣一个月的勤工奖金哎。周五的飞机，真的假的？所以你是看完我然后飞哦？真的假的 ？Hello 推推 ，Hello 包子 ，Hello Yumi， 谢谢推推的比心 ，Hello 威宝宝 ，Hello 包子，谢谢灵宝对宝饭直播间 ，Hello 九蛋 ，Hello 小风仔，大家早安，大家午安。其实我刚睡醒啦，其实 ，Hello 小雨宝，三幼女老师跟我说你是不是也刚睡醒？Hello 黄鱼。迟到还是阿力比较厉害，真的假的？手牌刚刚斜坡滑下来，72分，很紧张哎！谢谢玲玲保护队的比心 ，Hello 哈欠，黄鱼，谢谢玲玲保护队的比心 ，Hello 志宏 ，Hello 令，三优顺风 ，Hello 大懒 K， 对，希望小心 ，Hello David， 甜的好吧，只好慢慢开嗓，没关系。还有月月 ，Hello 雅素，还有罗杰，猪刚睡醒还有气质吗？真的吗？Hello David， 什么刚睡醒？你是不是刚睡醒？Hello 威宝宝 ，Hello 小威，你现在是不是隔离期间？然后你今天刚睡醒？月月午安 ，Hello 坤坤 ，Hello Creamy。午安哦，快快好，功夫老，谢谢小雨宝的比心。Hello， 够闲。Hello， 小薇。Hello， 婉彤。Hello， 花生什么事 ？Hello， 老公。Hello， 季风亮。我没有啊，要照三餐回报身体状况，没有办法睡懒觉。真的假的 ？Hello， 笑笑吧。包子牙叔，我以为没有人发现，今天超懒的哦，是不是很可爱？猪猪刚睡醒，还没有挠醒，好好享受片刻的宁静。对，你们现在要享受片刻的宁静，我等一下就会很大声。谢谢小雨宝的口罩，午安。我现在还是属于 Hello 星星客运，怎么可能？没有啊，其他人没有发现，没有。
没有发现，你们没有看见。Hello， 佳雅。Hello， 阿管。Lucky， 哎嘿。但是其实这样子是会被骂的，所以就是秘密。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这样，就是因为我呢，前几天在练习的时候，就假日周末的时候，我在练习的时候，现在小雨把眼睛也长着，然后加牙好烦。那我在练舞的时候呢，我就甩头发，然后我就把我的头发踩了一撮下来，然后我就有一个小窟窿，然后我觉得有点恐怖，然后我就去就是请他们帮我把它修到找不到，就是看不到那个窟窿这样。然后结果那个，然后结果他就剪剪剪，越剪越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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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变成这样。对啊，我踩了一撮头发下来在这边，我有点忘记是哪里了，反正蛮痛的。好了，既然被发现了，我就不管了。痛，对啊，我踩到头发，把一撮头发踩下来，然后他们大家还说：“天哪，六周你也踩太大坨了吧？”你太认真了吧？我怎么踩到？就这样甩头发下来，然后起来的时候我就踩着我的头发点，我的啊，头发就一撮，拜拜。谢谢阿管的巧克力，哈利森，多好，很痛哎，超痛的，我这边头皮一直在痛。谢谢小雨宝的文手礼，哇哇哇！怕被发现，我建议可以嘟嘴，让大家没有控制。这样是不是看不到？好痛哦，感觉比我的还痛。你怎么了？谢谢小雨宝文手礼，哇哇哇！如歌为何点点点？还有 SSS， 感觉超痛，超痛的月月，恐怖的画面。然后最主要是拿字，他们还去看说，哇，你也太大错了吧！天哪！还有师傅，还有奥兰，真的完全看不到了。可是什么舞蹈动作能踩到自己的头发？这样很巧合。不是不是，是 reset， 没关系，还是比头目吃的头发多哈？什么意思？比头目的头发？哎、欸，你好坏哦，佳雅，你超坏！我应该要关心你还是笑我？你可以先关心我，然后再笑我，没关系，因为我也是，猪妈也是这样，她也笑我，但是她也先关心我，然后她笑我。Hello， 星魂。不是 reset， 其实我也蛮意外 reset 可以踩到。祖祖剪头发了吗？没有啊，还有王子，我没有啊，王子。那我决定先笑了。好，小小宝金牛鲨鹦鹉闪耀，闪耀。金牛鲨是金牛鲨优吗？还有海星，还有 rock， 吐的地方在哪？在这个地方，这个的某一个地方，把它遮住了，所以你的头发。Hello， 吉姆罗，好久不见。Hello， 志祥。Hello， 老头。午安 ，rock。Hello， Mr. 李。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报备啊，我没有说我要去修，我就直接去剪。嘘，这是秘密。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吓到了，我那天晚上就不管了，我要赶快先去剪我的头发。然后，但我没有想到他会剪那么短，我想说他应该只会剪一点点，然后我就会被骂。嘘，我今天。这样子好了，太明显了。不会不会，你们没有看到，我只有修一点点，我修这样而已。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报备吗？我今天会说了啦，这还秘密哦。Hello， 酷妹，我今天会讲。Hello， 呵呵呵呵。啊，不行不行。
只有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没有没有没有，只有一点点，真的啦，我真的只有说一点点。好呀，我不要跟你们讲话了，看到心虚了，赶快先回吧。没关系，我等一下讲，等他们上班讲。被骂定了吧 ，Step 姐姐又不是瞎掉。真的一点点吗？对，一点点我才看不出来呢。对，包子对。Hello S I A N 怎么念啊？仙仙啊仙。Hello 生气糖，不要蓝妹，哎蓝妹妹什么时候进来的 ？Hello Helena 吗 ？Helena。是我同学吗？感觉像是我们同学哦。Hello 千晴，我觉得好看啊，谢谢 Luki。我画图观察就会发现很明显。哦呀，又不是故意的，是事故啊。可是要先去讲啊，我没有先去讲。哈哈，这样造型跟公司照不太一样吗？没，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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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推推。不会，应该不会。睡吧，今天口红好红，不是今天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起来好白哦。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你不觉得我今天很白吗？白的很白。Hello 米莉亚，阿泽阿泽 ，Hello 的全，我进来都不知道啊。嗯，对，你进来我没看到。对，我今天超不知道为什么白的很。打光的关系嘛，我不知道哎，不是本来就白，没有，我肯定穿蓝色还是怎样，颜色长白，对我可能就要戴长戴假发，我不然我去接发好了。木很白，还好还好，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涂那个生发水了，大家不要紧张，感觉没什么血色，可能是我刚睡醒，我化了15分钟的妆。然后吃了10分钟的早餐，然后就开播了。因为是深色衣服，应该是。Hello 小啾 ，Hello 英华 ，Hello 波米吗？没有紧张，等你有好戏。好，反正这应该贵顿主机板是跑不掉了吧。算早餐早午餐吗？没有没有，是早餐。我等一下还有午餐要吃，我已经决定要吃焗烤千牛肉千层意大利面，还是你把亮度调到100？那我就直接不见了啊！成功之后会请主厨代言生发水嘛？哎，我真的，我最近在努力长生发水，我怕我那一撮就是被大家看到，到时候用折的。这个时候调皮乐天不行了，调皮乐天不行了，报备的时候记得说清楚一点，情绪悲情一点。好的好的好的，我会悲情一点的。先撕粉丝团了，好，你要啊什么？好胖的午餐啊 WDI， 谢谢空白，我有看到你留言，留科技假发。什么是科技假发？你说把它 P 长吗？要这个是正在。着重看我的头顶，不要，你不要看我头顶。肚脐饿，你肚脐饿哦。周六公演，肚脐饿，请不要哦。早餐加午餐一起吃，不就是早午餐了？不是不是，我的早餐吃的是起司乳酪饼。什么？夏天会有圆圆的肚子可以看吗？不行，我的小肥肚。Hello 中勋，你说好的啊，不行啦，我真的会被杀死，我今天要乖乖去报备。想想我 A 牌根本看不到头顶。那你什么，你真的是可见很爱吃起司。那我来偷偷问一下，请问大家这次的座位有没有人在左右排的请举手，左右排的请举手。很好吃耶，肯德全。 Hello 朱里恩， Hello 钢铁韩粉，先立旗啊，立什么旗？还没有出来啦，位置还没发啦，还没有发。
今天哎，你这已经不叫宝贝了，叫智商。还没开奖哈，座位还没出来哦。为什么还没那么久？左左是秃头吗？不然怎么让人看到头顶？我裁掉一撮我自己的头发，在这里这一区，我裁掉了一撮头发，问卷还没有截止。昨天晚上才有，我只期许自己落在我以为已经出来了，怎么还没出来？明天太阳出来之前都算今天，是是是是是，要到后天早上起床才有，是不是？问卷还有11分钟之后截止，所以这个礼拜三之前才会出来，是不是？怎么那么久？太久了吧？怎么那么久？怎么那么紧张啊？那我要最后一刻最后一刻才能知道我自己的位置在哪嘛？就是如果我有买票的话。填问卷今天才结束，最后怎么出来？还没有出来不行，所以你是抱怨姐姐吗？没有啊，怎么会嘞？姐姐辛苦了，好棒哦！哇哦，你帮我问营运啊，好，我帮你偷偷问一下。臭味，因为异味因子和细菌。然后不行啦，我今天能不要太靠近姐姐，就不要太靠近姐姐，不要我掉被骂。北京新登场。日本革新科技，只要一被看一次骂一次，看一次骂一次，看一次骂一次。反正我先预约山顶了，不要这样啦，九蛋，也许你就 A 牌啦。少一撮头发还是这么多嘛？没有，还敢说 ？Hello U L T， 祖祖好会说话、哦，是不是？同的说法不是秃，是细软发，是是是是是。你刚眼神在闪躲，没有哦？你是不是有一首歌什么眼神在闪躲？生日会很欧哦，不敢期待太多，真的吗？小啾，某人坏话有话没说，没有，占山为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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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比较软丝一点，你会被骂哦，脸皮这么厚，不会。Hello B 哥，没会员的话不可能在 A 吧？真的假的？他有填那个吗？有填那个问卷不是就有可能吗？Hello， 吉姆罗，嗷嗷嗷，是吗？山顶又要唱山顶黑狗熊了，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大家应该都可以在 A 排，我相信大家的。Hello， 告白教教徒 ，Hello， 信维 ，A B 会员抽选席哦， oh， 那希望你们可以在 C， 哦、oh。要去会员，要是会员才能去抽，那希望你们可以在 C 排。好，明白，我了解了，谢谢大家，希望你们可以抽到 C 排。Hello， 钢铁韩粉，比起 A 我要撤，可以可以，希望你们可以撤席。我可以跟大家说，撤席是一个，是一个很棒的席位。谢谢月月的爱恋巧克力，没错没错，撤席撤席。侧边想，你当我们在宴会贴椅重叠吗？全部挤在前面，希望可以啦，这是我的祝福。Hello， 龙龙，谢月月的巧克力。你又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员？对啊，我不知道，所以侧席很香，所以我才说希望你们能够侧席，或是前三排、前四排好了，前四排。这也很棒啊，你也没看到我，大家的那个彩排可以亮一点，我就会看到。上次月月那个就超明显，月月那个我就直接看见。侧席可以近距离看祖祖，对。Hello 小啾，三优宝宝，你去哪里？你刚刚去回报了是不是？侧席看祖祖，侧席看不到秃头，山顶可会。Hello KUCC。不行啦，我一定会把那个凹洞的地方那个啊，把它盖掉啊。Hello Lucky， 你是会员哦，真的、哦，那希望你可以抽中 A B 牌。Hello 杨雄，对，就是，对，我会把它盖掉，我会用那个黑色的那个把它拍掉，就我的刘海有点扎眼睛，奇怪。我是要带灯进去打牌上吗？我是要带灯进去打牌上吗？可以啊，可以啊。不行啊，遮掉少一个亮点哎，不行，我会让你们看到。好 ，Kevin， 你用奇异笔啊，我先帮你画，小小，我先帮你画在脸上。如果我觉得长得蛮好看的话，我就画在自己的脸上。你觉得怎么样？
车席可以闻到足足的法香味吗？不一定不一定。公园前会洗头吗？不一定不一定。好，甜甜，不好说不好说。都不想失恋的。好啊，你要得到的话，肯定不会洗啦。Hello， 赤木，我会啦，我应该会洗。谢谢吉姆罗的守护灵。Hello， 韩粉。值得你爱爱，你还真敢说我法香吗？对啊，法香。对，大家等一下下播的时候可以提醒我一件事情，就写报备两个字就好了，请大家不要多打什么，就帮我打一个报备两个字就可以了。我怎么觉得不会洗？都喷香水。Hello， 企鹅。Hello，Hello， 渊 Life，Hello， 郑源。自首。发生事故了，他踩到自己大撮头发，秃了。豆鱼蛋肉类。宝贝，怎么了？为什么忽然间叫我宝贝啊？宝贝啊，宝贝！今天宝贝当拜拜就对了，对对对，宝贝。好，冰大，谢赤木，安安冰大。Hello。宝贝，头皮受损程度多大？一颗硬币？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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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一根电线这样，就是像这样。赤木，还有人好，我们帮你报备，你就不用报备，不行，还是留，完蛋，不行，打挨骂，要是投案比较快，比较佛心，没有，婷姐怎么了？没事没事，我的报备报备给你一点甜，报备报备，给你一个电线杆那种电线吗？哇，多大？这样这样这样，那也很多哎。对啊，就是这样这样。很痛哎，超痛的，我那边头皮超痛的。怎么会那么惨呢？就是脚踩啊，就是脚这样，就是头发这样。哈，哈，龙兵，可是为什么要报备啊？因为会被骂。心疼，谢谢你们，怎么弄到自己踩的？对，就是自己踩的。我还不笑哎，还有杨雄，谁踩到的？我，原来在装跳舞仔。对啊，这样就已经剃头了，小雨，真的会整个剃掉。不行啊，不能剃掉，剃掉会很难长。报备头发，对啊，开始植发，对啊。Hello， 菜，我不想要可怜你了，自己踩到自己的头发，对啊，自己踩到自己的头发，感觉好困难的姿势，就 reset 啊，我就这样子低头啊，头发就这样啊，然后我就这样踩啊，啪起来就拜拜啊，很痛很痛，打一戳，真的。Hello Cash， 谁笑祖祖的？要笑都不揪的。你踩到前一天是不是有洗头？不然应该不会油到滑掉啊。腿太长的困扰没有，就头发真的太长。Hello 阿明，祖祖四八七，是有滑倒吗？没有，因为我是实时的踩在地上，就知道有头发有多痛，超痛。Hello 阿明，好啦，摸头秀秀你。谢谢，顺便拔头。可以不要这样吗？我已经很可怜了，请你让我开心一点好吗？差不多，差不多就是那个当下应该哭出来了吧？也没有，就是好痛，这样头发烧。你们可以去找那紫米看他有没有。Hello， 火火火火火火怎么念啊？盐吗？盐是不是？是吗？开心一点送你。好的，谢谢。有谁是目击者？整个萨库拉都是目击者。不中，哇哇！好，你先去吃饭，月月。我今天大概12:45就要关掉了，等等回来。好，
晚上去找章鱼要的头发，他不确定他有没有。Hello 罗杰，还有小雨 ，Hello 陆庆，还是你需要喷漆？没有，不用，我用那个把遮住就可以了。一天也没再爱过，为了明天而接发。头发被大家分走了吗？我不知道。谢谢秀秀滋补守护灵，谢谢你秀秀 ，Thank you，Thank you。只想背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哦，我这样子有血色多了，现在那块是空的。对啊，不敢给大家看到，我现在又把它遮住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左边比较分过来一点？我把它遮住了。500点用完，谢谢小雨宝，还有小易。还有吉姆罗被分成啊，不行，不要这样子。还有老豆芽，还有小易，有流血吗？没有啊，就像你拔毛不会流血一样。好啦，认真问有没有受伤，没有啦，有一点痛啦，头皮，但是应该还好。才能孕育出多种天然的牛奶。想看啦，如果是林杰前辈的头发，那确实可能被迷妹团抢走分光，有可能，我也觉得一定会被分光光，不用担心，脸还是漂亮。对对对，我就是用脸撑住这样。好血，好累个，自己注意一点。好，拔一堆就会流血啊？不会啊，你看拔腿毛，拔一撮不会不流血？不会啊，发根还在吗？感觉也没了。还在啦，一定要还在吧。爱恋巧克力，谢谢吉姆罗的巧克力。好，北极熊，还有罗杰，还有龙龙。噔噔噔噔噔，我把它这样遮住，哎，遮不住，糟糕，这样不行。算了，我用这个分散大家的注意力，这样。我昨天去吃那个麻辣火锅，好好吃哦，辣到我自己快要昏倒了，但好好吃哦。你哪来一撮腿毛能用拔的？我说你们试试看，头发会被萨库拉们拿去做刺草，不行。小星星，对，我昨天去吃麻辣火锅。Hello， 景庸，他叫什么？八条是不是？八条麻辣火锅，好好吃哦！你怎么没昏倒？因为我吃微微辣，那一边就完全没有辣。周末要 reset 还吃哦？对啊。就是要吃了才有体力啊！谢谢命的文手礼，哇哇哇！谢谢命，午安，羊豆豆，没有啊，消失了。好，于轩，头发掉了不能吃辣，微微辣，猖狂的肚肚照，没有肚肚照，没有肚肚哦。好，于轩，谢谢于轩帮我分享直播间。大叔，谢谢于轩。然后我昨天吃了，我觉得山药煮火锅好好吃哦。原来山药不是只有烤的好吃，它煮的也很好吃。明明就有，有什么？有什么？你说漂亮的脸蛋吗？讲哦哦，没有，我是在讲麻酱啦，八条。Hello， 小亮，八条，酒桶 ，Hello， 牙树 ，Hello， 飞机，我什么都没有说啊，谁讲品牌打屁股，一进来就停格在你崩坏的表情，我也顺便截图，那个肚肚真的是一点都不大呢，好色哦，谢谢你蓝莓妹妹，真的金剑大叔，再一个我很美的表情是不是？好的好的，截得好，非常好哦。我知道我很漂亮，谢谢金戒大叔。不简单，别轻易。好，如哥哥，大家今天这是秘密哦，大家帮我保密一下。但那个火锅真的很好吃，叫八圈圈条，八圈圈条。可以，这一切不用改。
Seven， 我再去挖肚肚找，请不要，谢谢。大家是否还在上班 ？Hello， 钟颖，那我来唱歌给大家听。就算能复制情感，谁都无法控制爱。谢谢自伟哥真情告白，保什么秘？对对对，就是我要报备的事情，大概是保密，这是秘密哦，真的不能说我。我要你们先让我自己讲，不能不行哇、哦，可恶，不行，你们先让我自己去讲，你们不要让我，不要让我，不要被发现以后不讲，我会完蛋。唱歌让我要走，不行，你们要听我唱歌。我们来先来一个可爱的，好了，我们来唱《爱的魔法》。你的肚肚照合照那天有啊？我的肚肚超明显，才没有嘞，一点都没有，超瘦的。我要来唱歌，等下趁大家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我要唱歌给大家听，不是午休，趁大家在上班的时候，我要唱歌给大家听。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好小心，那那那那，那心虚就会嘟嘴，没有啊，头发，对对，我们我对对对，我们是秘密哦，哈秘密，没有 Lucky， 没有什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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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秘密。好，你先去打电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确定，只是还不确定，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不见你会想你，在人群中找你，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说你有点坏，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要保持美丽，忽远又忽近，不能随便献殷勤，要像蜜桃般甜蜜，阅读更多书籍，装饰自己更完美，不是每一次的约会你的裸就出现，不是每一通的电话你打来我就会接，谢玲玲保护队，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喜欢被你送到家门，但不能请你喝咖啡。亚素，祖祖高歌一曲，我高歌离不行。今天有开嗓也不错，没有，是这首歌不太需要开嗓就可以唱。想你在人群中找你，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他们说你有点坏，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可是我又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要保持美丽，忽远又忽近，不能随便献殷勤，要像蜜桃般甜蜜，越多更抒情，相信自己更完美，不是每一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不是每一通的电话你打来我就会接，不是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喜欢被你送到家门，能不能请你喝咖啡。Hello， 巧克克，你喝咖啡会呛哎，可不可以先不要？我没有喝咖啡啊，所以不能喝啊。Hello， 陈恩，噔噔噔噔噔。有一天能够透明一些，哦，一些，我以为是高的。会珍惜不会骄傲，其实我真的喜欢你，但没有爱上你，你就是对的人。谢谢大家，是啦，嘿，唱抖音歌好听啊。Hello， 思源，可是我刚刚唱错了，怎么办？怎么办？解魔办，我去解魔办。中午了，大家听歌时间到喽。真的好安心哦。谢谢，我的歌就是这么让人安心。Hello， 思源，大家午安啊，欢迎来到祖祖的直播间。欢迎听祖祖高歌一曲，谢谢大家。Hello， 切尔东，婷姐时间到了，为什么？
是你的微笑。史密斯，该睡了，你是最好，并没有要小心爱心。我爱得静悄悄，我该怎么往下聊？怪我太胆小，只会看着你傻笑，怎么办才好？可是没想到你把我拥入怀抱。谢谢柠檬的加油。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不是心跳的声音，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此刻你就是唯一。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不敢用力的呼吸，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不小心会惊醒。还有钟颖，还有阿管，还有企鹅，还有博成。为什么？是你的微笑在我的眼中。害怕这是梦境，不小心会惊醒，是不是？谢谢蓝莓妹妹的加油！这首歌的歌词跟主角完全站对立面，哪有？我该怎么往下聊？全都怪我太胆小，只会看着你傻笑，怎么办才好？你把我拥入怀抱，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只剩心跳的声音，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此刻你就是唯一。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不敢用力的呼吸，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不小心会惊醒。这首歌还不用安静哦，猪猪哪次安静？一次通常都中，什么一通通常都中，什么意思？你的决心，此刻你就是唯一。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不用力的呼吸，因为我害怕这是梦。不小心会惊醒。Hello， 益生菌。Hello。好，罗姐，好露露。大家好呀 ，Hello。周一啦，周一最棒了。一周一通常都中午。对，周一都是中午哦。一百分谢吉姆喽，祖祖哪次安静了？每一次。这首歌还不够安静，那我们听安静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弹了一天大钢大提琴，不是大钢琴，大提琴，悄悄的在身边，哇哇，滋滋滋啦啦啦，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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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猪很可爱吗？嘟嘟 ，Hello， 嘟嘟你好，我没有看过嘟嘟哎，嘟嘟在哪里？啊、哦，我的耳朵有 ，Hello 阿赖，为什么有些跳掉，我都看不到你们呢？回来了，欢迎回来，宝奶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考如何？一切都还顺利吗？你在唱啥？嗯，大钢琴，大提琴，安静的在身边，哇哇哇。哒哒哒哒滴啦滴答滴答滴答滴，露露是嘟嘟，为什么露露是嘟嘟？嗯，大哥，安静，你终于知道我们耳朵的痛苦了吗？啥？什么？好好听。哒哒哒哒哒，你的字典里没有安静两个字，有哦 ，right now 就有。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日常操，我想安静吃完不行吗？不行，因为低所以是复读哦，是复读就对了，还是嘟嘟？哦哦，露露。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的大提琴静的在久久的，我想你。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
没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我要考什么试？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没有。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开，谢谢罗姐的戳戳我，太开心了。说多难堪，考什么试啊？我要考什么试？为什么我有微笑来带过？我没有这种天分，包容你也接受他。什么 B 面吗？没有，我要准备考试，什么东西？但是我要考什么？学校要考试了。远远离开，我也会慢慢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安静的没这么快。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没有，好不好 ？Hello。Gavin 吗 ？Gavin， 还有少爷，还有牙树，明年没有转飞镖，转飞镖。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旧的大提琴，安静的皱皱的，我想你仪表现得非常明白。你学分有拿满？今年就拿满了，这个月、下个月、下两个月就拿满了。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好，冷静。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什么事？拿得到吗？拿得到。阿姨在播了。为什么我要用微笑来带过？我没有这种天分，你也接受它，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你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猪猪岩壁没有。好，罗姐，好，小叶，好，小小宝。安静的没这么快，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今天我们就局部直播。你要我说多难堪，我根本不想分。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唱歌唱起来好难过，真的，我也很爱祖祖，那是不是该放你？不行。还有阿冠，唱到起鸡皮疙瘩哈。的太多，我很难过，因为大家都希望我安静。没有，远远离开，我也会慢慢走开。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安静的没这么快，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好，布布，我一定可以那个的，这样很像、真的吗？你干嘛这么讲？我没有要逗，没有逗逗。没有的了，请保持距离，不要靠近我。不是包布，如果我盐的话就包布，没有盐的话就是请一千杯饮料。谢谢原奶宝。你已经远远离开，我也会慢慢走开。
为什么你们总是不听我唱歌？晋级的主族没有一千杯，没有是一百杯，是一千杯。你答应我一千杯的大饼脸吗？啊，等一下好了，我们不要听歌，我们拔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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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我已经远远离开，慢慢走开。为什么五月？那个宝贝啊 ，Hello， 宝宝，为什么你的阳光感觉那么……啊？我说你的光线为什么感觉那么好？因为我直接就是在那个窗台大窗户然后，对对 对, 对，哇，宝贝你好性感哦，嗯，我喜欢。我不是故意的，露个肩膀嘛，露个肩膀，我瞅瞅，我看我看。让我来瞧瞧，你要播到几点？现在眼睛啊！现在，拜拜，没有了。怎么办？我被大家发现了，很明显。我刚想说，你怎么那么大胆？你怎么直接把它放出来？我等一下要乖乖去报备了。你说要跟那个，对，你看我是不是很乖？要加油，好，很乖，我就等着你被骂。开玩笑，开玩笑。Excuse me. Excuse me. 好吵，这两边音质怎么平衡？我很小声啊。你是有什么事？想跟你亲一口。你再近一点，你再近一点，我进来，好，可以。哎，我的网络很荡，是不是？我会一直荡哦，先跟你说。好，没关系，宝贝爱心，我们放闪。你是这边吗？好，你另外一只手。这边对，好，对对对，好，可以。OK， 闪瞎闪瞎，请戴墨镜哦，各位，戴好哦。宝贝，你在干嘛？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刚刚在吃早餐。哦，好好，听得到，听得到。有，我刚刚也在吃。因为我的网络会一直小宕。小宕机 ，OK OK， 有，我有发现。我觉得你要不要先取消连线？我怕等一下我会一直宕。好啊，就会关。那我们再听，我们再听一口，然后我们就关掉。好，好，等一下私下联络。嗯。拜拜。拜拜。大家吃草莓，什么东西吃草莓？他吃草莓当早餐哦，他吃草莓当早餐哦。秀一宝宝，都是祖祖和阿里的什么？脸金屁金啊，我就说是我的吧，嘻哈哈哈哈，这叫做什么？宣誓主权，懂吗？宣誓主权。嘿，少女的日常，崩照传给你嘛。我刚看了什么？一阵白光，大家觉得怎么样？很累的时候，没有，我们想要，我要听很开心的歌。我们来听小情歌。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下次真的拿屁屁眼亲亲。你说阿丽吗？不要，好恶心啊！咸阳。Hello， 哦，沙优，你错过了一切。Hello， 玄阳，你刚没有大声唱歌给他听，没有，他有真的有点大，我怕他真的等一下就关掉了，真的有点太大，有点我讲话有点这边有点累格，就想说算了。
可以没办法好好跟他讲话。小情歌 ，Hello 昆山，什么恶心？我可以，他应该秒断吧？真的吗？我刚在阿丽娜，真的假的？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攻击阿丽的村庄？我没有啊。Hello 迷你猪妈妈，臭猪，我有传那天你走秀的影片给你看，忘记了吗？有点忘记了哪一个哪一个影片？你说只有我的头的那个吗 ？Hello 修修，猪猪不行，我可以。我也可以啊，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怎么样？我跟阿丽是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Hello， 坏鸡腿，唱一句就说先不要。迷你猪 ，Hello， 请亲。唱着人们心头的那个，你走秀的影片啦，有应该是，就是只有上半身的那个，对不对？我好像有看到，我好像有存有肚子的那一段啊，那个有肚子吗？我怎么没看到？我看到我很瘦啊。Hello fans 二度 C， 就算大雨绕着这城市颠倒，我也可以怀抱。哦，受不了。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理想，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Hello， 杨星，好世勋，没有肚子啦，妹。Hello， 小星星。Hello， BB， 好蓝云。BB 走秀那段影片，那个原子族跟这是同一个人啊，是同一个人呢、哦。谢谢大家支持 ，Hello 幻影战士 ，Hello 飞彪彪。我的没有肚子啦，我拍好几段，我应该都是放在 YT 供人观赏。哦，对嘛。的小情歌，都说你是胖啊，讨论肚肚的没有。Hello 小仓鼠，你都多可爱，没有肚子。我想我很适合。歌颂者是朱莉老师吗？呀 ，I'm teacher Julie， 那个人真的很有气质哎，是不是？你知道，就算大雨绕着这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谢静静，你知道，就算大雨绕着这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我爱你，阿丽。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哎。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应该是说没有开口跟没有开口跟没有开口的差别，一个就是气质宝贝，一个是活力宝贝。Hello， 谢谢婷婷宝粉直播间，好关。走秀那个很宁静哎，同一个人身体不同的人，不要讲这么可怕好吗，各位？我会害怕哟，100分。好了，我今天要早一点关播，我就差不多来念个榜榜。活力宝贝，谢谢周颖的加油。对，我今天要先关掉了。我等一下准备吃饭，然后准备写个作业这样。对，今天6点要交。我不信，走秀现场有麦，你不会去抢麦克风唱的？不会呀、啊，祖祖不说话很气质，讲话就变一个。没有哦，祖祖讲话没讲话都是漂亮的宝贝。长宝贝跟轰炸宝贝，轰炸宝贝啊，迷你猪，谢谢小星星的真情告白，自己讲活力哦。对啊，最漂亮了，肚子给你慢慢看了。好，飞镖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我来念个榜。说是多空泛有心酸，
第十五名周莹，嘟嘟嘟。第十四名新鲜柠檬，嘟嘟嘟。第十三名发生什么事，嘟嘟嘟。第十二名志伟哥，嘟嘟嘟。第十一名 WZI， 嘟嘟嘟。第十名小星星，嘟嘟嘟。第十九名赤木，嘟嘟嘟。第八名 Grubby， 嘟嘟嘟。第七名羞羞，嘟嘟嘟。第六名吉姆罗，嘟嘟嘟。第五名 Min， 嘟嘟嘟。第四名晴晴，嘟嘟嘟一下。第三名小雨宝，第二名笑笑宝，第一名罗杰宝，罗宝杰。Hello， 谢谢大家 ，Hello， 拜拜。嗯嗯，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被玩脱侵犯。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果断，肆无忌惮。好好好好，宝贝宝贝，宝贝宝贝。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刚刚进来就要结束了嘛？宝罗宝杰，对啊，来晚了，没事，明宝宝要保重你的头发。好的，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在下播前唱一首。好运来好了，不然米宝宝都没有看到我直播。我们唱好运来，顺便来开开今天的嗓。我觉得吃辣真的有锁喉的感觉。昨天吃那个麻辣火锅，我今天就有一点点锁喉的感觉。原来唱歌的人不吃辣是真的有这种事情。嘿，谢谢蛋糕的真情告白 ，Hello Ben。千纸鹤在西港红飘带，越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锁喉口，你健康常常在，你一生的忙碌未来笑逐颜开。谢谢幻影战士，史密斯，你来听我唱好运来了吗？谢谢蓝莓妹妹，还有万神。天天好，年年好运来！你风舞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一来百花盛开。对，米宝宝，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来来了喜和爱，好运来，好运来，一朝好运兴旺发达红四海。好听吗，米宝宝？米宝宝为了你唱的，因为米宝宝说哦哦，我一上来就要下播了，我就唱这首歌给你听。在西格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全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那个中国乐在其中的人大有人在，谢谢小星星给我487分，我最近真的很需要主播好运来。好，我唱给你们听。Hello 世勋 ，Hello 吐司吐司，大家运来吧，花盛开，先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对宝宝好。主啊，唱错了。Hello 少爷，好飞宝宝，我好仙，欢迎来听我的好运来。Hello 玉安，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谢谢玉安的玫瑰，恭喜中奖。1103号陈恩，千万不要生气哦！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我爱你们哦。不能生气，不可以生气，生气给魔鬼爱留地步啊！不能生气，又不可以生气，生气吃亏是你自己。你等一下可以唱歌给姐姐听。你说若姐姐很生气，你怎么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给魔鬼阿留地步。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吃亏是你自己。他会杀了我 ，shut up！ 我也觉得我会被打。我觉得我会被揍。好了，我今天要关掉了。姐姐会整个炸气炸，会炸毛，对不对？小星星，是不是？是不是笑笑宝？魔力催眠，你嘴巴闭闭哦。好好听哦，祖祖唱歌好听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也觉得我唱歌超级好听，无敌无敌好听，谢谢大家。我觉得唱歌好听，不要逼我公园拿棍子去。好啦，我要关掉了，大家拜拜。大家赶快去看阿丽，在我这里签到以后，赶快去看阿丽，大家拜拜拜拜。赶快去看阿丽，赶快去看，看完阿丽赶快去认真上课。希望待会隔壁的人不会敲门，咚咚咚，叮咚。不好意思，可以小声一点吗？不会，你会接到那个电话说，不好意思，可能要小声一点哦。哈哈，拜拜。好，鱼哲，大家拜拜，拜拜。下次找祖祖握手，我会被强迫说祖祖唱歌好听，不会，我会这样。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生气，不可以生气，生气吃亏是你自己。拜拜，哇，不可以生气哦，拜拜，我要趁你们不能。